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，终于有时间再玩一下拉比利比了。我们上次呢，在这个天空之桥找到那个猫咪妹妹，她叫什么名字有点忘记，就是猫儿的一个妹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山谷吗？拉比拉比山谷。好，地图上有一个亮亮的地方，哎，那个要从哪里过去啊？是绿色那边吗？传送点好像，哎，他说右边是不是有传送点？哇哦！嘿，我刚应该是右边还有东西吧？嘿，直接冲！好，我们就是从这里过来的。啊，看一下前面有没有路。哦。这个好挡路哦，真的看不到画面。好，前面应该有，哎，这里是哪里？新的地方，看起来长得很像，但是就是画面整个比较暗，比较暗。哦，好像有点太冲了，没在看血量。哦，哦，还会中毒哎。哦，快死嘞！好，哦，这是什么墓园呢？墓园的地方。好，我死回去好了。好，这应该还不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啦。一个墓园呢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。这样我先找传送点是，哇，好远哦，传送点好远哦。我现在好像不能随时传送哦。兔子护身符不是说可以随时传送回来吗？我们这里好像不行。嗯，好，先回去。好，直接冲，不打怪，直接冲。诶，上面我来过吗？喂，诶，这里没有来过诶，看一下。哦，没事诶，没事诶，刚好无敌。上面，诶，好暗，诶。好暗哦，哎，这里哎又亮了，哎，那什么，有一个七耶，幸运七，哎，是徽章，来装一装看，我现在都没有装徽章哎，这可以干嘛？每七次攻击增加7%或是77%，好，还不错，这个没有副作用，然后哎，减少攻击后的硬值，哎，这好像也不错。然后再装什么？这个会，哎，这个不错哦。徽章数大于10，然后有机会掉出吸血萝卜。好，这个好，好，这个会减攻击就算了。然后我之前都没有装备这个徽章哎。OK， 好，所以现在有机会可以掉出吸，哦，这里有刺。可恶，好暗哦，居然是陷阱。哎，滑过去。走，先去找看看那个什么山谷，这里还可以走哎。嘿，嘿，哎，过来了，嘿，嘿，这里也没来过。哎，自己掉下去了，呵呵，自己掉下去了。下面没有去过哎，下面也是新地方。哎，这里呢？哎。哎，这有跳不得，一个滑垒，然后滑到墙，那就弹回去。哎，感觉那边有隐藏路，哎，对，边感觉好像有隐藏路，这里炸炸看。哎，有哎，可以直接通过来。好，自己掉下去了。好，血量有点少。好，看一下这里。有路呀、yeah ！前面呢？这要怎么炸？炸？炸不到。所以这里这要干嘛？哎，这做一个这样，不晓得要做什么。敲，他这个好像有点危险。敲，
敲一个那个什么马里奥的概念吗？打不死啊，血量多。好，下面这有点，有洞，好，有天花板，有那个，那个什么弹簧，又弹上来了。OK，哦，这边就吃东西而已吗？OK，魔力增加，这里炸开，有，哦，就是我刚踢过去的地方，对，下面其实应该也可以炸开，没有，下面不能开。那上面呢？还有路，好，炸炸看，好，这里就回来了哦，之前传送门的地方，好，这里应该算比较快回来的地方吧。好，那我要去山谷，哪边比较近啊？未来研究所，我好像没有靠近那个山谷的那个传送点呢。都好远哦，我先回去看看好了，先回城镇看看，然后顺便补个血，我们可以买点新装备，提升一下能力。好，这边应该也是要再找到两个，可以对话你穿成这样到处晃，真的好吗？虽然说穿越少，防御力越高啦。好，这已经变成定律了吗？好，那穿少少人提升防御力的魔法，需要2500，好，附魔还要材料，好，好棒哦，所以可以帮我们减低受到的伤害，有一段时间哦，所以这是消耗品，一段时间内防御力上升了，哇，这样附魔要2500哦，也是贵，也是很贵啊，我现在要20000。多钱哦！看我来提升一下兔子冲击、兔子护身符，我来加就是加个基本能力好，然后恢复生命，好贵哦！我现在已经剩6000块，速度提升好了，跑快一点。好，钱花光了，钱好快就花光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应该可以赚回来。那这里又有事件哦，这个金字塔潘朵拉，让对方移动速度下降的方法，要1500，好，这边都是附魔，然后要钱，所以我们在路上遇到 NPC 都可以帮我们附上这个效果，所以还蛮贵的，没什么钱，算了，那我们就去山谷找一下。我们要可以跟咪路对话嘞。哦，路咪，我们先去跟路咪对话。我们现在任务还蛮多的，千千力也可以附魔吗？好，帮你脚上装滚轮，提高移动速度啊，1000块。好，这个也可以加速。算了，我们现在没钱。好，各种附魔增加能力耶。你去找咪路。他叫路咪，名字很难记耶。对话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10倍哦，对，可以二次传送了。好，所以我先去看看好了，先去10倍对面看一下。第二次传送，好，我们现在多了那个猫咪小姐跟那个金字塔女孩，第二次传送。好，走喽。希望这次不要再遇到什么阻碍吧。未知的世界。好，香草，它叫香草。好，正式进行喽。OK，我们要再穿越到另外一边的世界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好，希望不要又是在倒在路边，然后又被大家围观，被制作群围观。Burning in the City 第三章了，我们先来到第三章，总共故事有几章啊？是不是7章还是几章？
所以我们差不多也算玩到快一半了。我们又倒在路边了，有卡车经过。好，不同的地方。哎，立波没有在一起。哎，被抓住了。怎么有一个很像奇怪的宅男的感觉？哇，做得很精致呢，完成度真是太完美了。被当成那个就是模型的吗？会动的模型？哪里？那是看哪里？迷之技术。好，哦，兔子敲。哎呀，这是 cosplay 吗？素质好高啊。好。没事吧？醒来就被抓住了。好，他拿着相机，相机攻击。哎，直接开打吗？哎，好，居然直接开打了。拍照，这个有伤害吗？哦，拍照攻击。哎，这有伤害吗？好像还好哎，应该就是搞笑用的吧？好像没有什么伤害。好像就是被他拍拍照片而已，应该是没有伤害啦。这血量好多、哦，这么发也没中。哎，有伤害耶，靠太近还是有伤害。好，解决了。然后奇怪，两个爱拍照的宅男。好，我们有水地方洗一下身体。好，那有更多人在跑过来了。好哇，更多的奇怪的人，好，先跑。哎，不能过去，所以只能往右边。好，小怪这边就小怪，好多哦，这小怪也太多。开着这个雷射，哎，好多只，也太多只。哦，这个跟拍的概念。猴子，哎，也太多了吧！哦哦哦，跑掉了。那边如果一直打，会不会就是可以来刷钱啊？哎，这个角度太变态了吧！好哇，这是大家都已经放在那个社群网站上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啊，他用锤子乱锤人哦。好 ，OK， 我们被奇怪人缠上了。是演技啊，专业的角色扮演啊。哇，这个角度太糟糕了吧。哦，妖精也是道具吗？居然可以浮在空中。糟糕，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的危险啊，真是太变态了。这可不是什么色情游戏啊。等一下，这真的不是色情游戏吗？好像是普遍级的样子啊、喔，还是这算普遍级吗？哎、欸，后面的画面又变了，糟糕，又被进入奇怪的空间了吗？好，该不会又是幻影兔子吧？哎、欸，不太一样，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、喔，召唤还没准备好，好，这个是谁啊？被看到素颜了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你们来的太早了，还是先回去吧。哎，回来了，出现了，又是兔子。好，先放招。好，33等，等级又提升了。OK， 我现在，哎，他也放招，他也放大招，哎，可他的命中率好低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有那个防御力增加的 buffer， 所以好像还不错哎，应该算加有加很多吧。哎、欸，我跳比你高，他怎么会那个垂直的那个什么垂直翻滚哎？我都没有那一招，哦呦，没有那一招，哒哒哒哒哒，好，嘿，然后垂直发射那个子弹我也没有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冲刺我也没有。都有新招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哦，它旋转还可以发射子弹，
这么多招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放招放招，没耐力了，放个招。等一下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不行，不能死。哇哦，哎、欸，第二条血量。等一下，等等等，还有弹幕模式哦，我可以打到他。弹幕模式，我哎、欸，这么多发。好，现在要打妖精。哎、欸、呦，子弹也是很难闪，哎、欸，乱掉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是远远打。强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呦，过了。好，哦，不止了 ，OK。又来了，放招了。哎、欸，这招似曾相似。不是别人的招式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以前好像打力波的时候有这招。呜呜呜，太多太多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无伤。放招。好，他好像机器了。哒哒哒哒哒。OK， 好像蛮好打的，是因为我有加防御力吗？打起来还好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不同的招。哎、欸、呦，没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哎，呜呜呜，好，完美，哦，还有，这，哎、欸，这样怎么打？可以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事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哎，太厉害了，闪躲技巧突然提升了，解决。那女生是谁呀、啊？左上角有一个成就，好，不过录影画面好像看不到。好，那刚遇到的不晓得是谁，再用护身符回去吧。啊，好吧，所以就他们要爆炸的时候就得回去了吗？不然被波及到。好，那赶快回家吧。每次都遇到兔子幻影，但是那是有一个奇怪的人召唤出来的。我们好像又一下子就回来了耶，那么快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大家都跑过来了。张，又一次回到原本的世界了。好，这样我们是不是又要找，就去找更多的人来帮忙呢？好、哎，又回来了呢，看起来很累啊，只是有点想睡。你想早点起床，赶快再试一次。哇，你们已经洗两次了。好，觉得被那个玷污的感觉，赶快洗澡。好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要直接再去一次吗？好，说你们来得太早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哇，这次要再找三个人来帮忙了。只被魔力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好，所以我们又要出发去找人了。哦，米利亚姆商店有新商品，看一下新商品。那接下来要去更多更多地方去找人。好，哎、欸，不小心对到话了，加速哎、欸，好像也不错，就走比较快。但是我现在钱可能没有很多，我们剩2000多块、欸。好，我们有多了什么东西吗？墙壁跳跃，好，增加墙壁跳跃次数，所以我还没有学到，还没有学到兔子旋转，皮口锤子，哇，这可以直接增加哎，这个不错，这我们基本攻击蛮需要的，炸弹有增加，超级萝卜哎，我们还没学到，还有火属性，各种属性。滑行粉末也可以增加伤害，还有一个什么法夹披，最大加成提升是 30%， 多了一些新东西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学到，也不能强化。我之后存钱学一下那个锤子好了，增加一下锤子。好，哎、欸，锤子气魄就是这个吗？刚看到那个敌人锤子可以发射子弹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去找。更多的人，
来看一下，我们应该看一下日记。好，到拉比拉比山谷。好，我现在好像就是要先往那个山谷，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了。好，山谷好像蛮远的，现在不晓得要从哪边通过去，就先传到那个绿色的位置吧。绿色的位置，好，好像有一小段路。好啦，那今天差不多先打到这边，先记录一下。那之后我们再去山谷，再来找更多的新伙伴，然后又更多的 BOSS 战了。好，那今天先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